请吃蛋糕。好端端的，你怎么会请我吃蛋糕啊？怎么着，好端端就不能请吃蛋糕了呀？也不是，那太甜了，我怕胖，你自己吃。真的不吃？真不吃。那行吧，不吃不吃吧。我进洗手间用一下啊，我紧张了。Later。哎，你不是怕胖不吃吗？我没吃啊。真的没吃？没吃。真的没吃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好歹认识也有一段时间了吧？你这么不信我？把舌头伸出来给我看看。干嘛？哎呀！你笑什么？没事啊，突然想到今天一个视频。视频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啊，假设啊你是一个盲人，你该怎样表达你的需要呢？我是一个盲人。嗯，你现在是个盲人，你怎么让别人知道你想吃饭？嗯，很简单吗？嗯，想喝水呢。想睡觉怎么办啊？这样很简单好吧？很简单，但是你是个盲人。我知道，我刚闭着眼睛呢。你是一个盲人，盲人是可以说话的。蛋糕好吃吗？还不错。